Yo, yo, yo. Welcome back. It's your boy Made Man Mello coming to you back live with more Genshin Impact. We have a Journey of Art and Heritage, Adept of Tales, Longguang Celadon. Genshin Impact, let's get it. You already know what we got, what's in store.团泥作坯，烈焰灼青，深浅浓淡，成于天意。在龙泉，山是青的，水是青的，龙泉人手上的瓷也是青的，水火既济而土合。青瓷是水火土的结合，优质的原料，精湛的制瓷技艺，成熟的烧成技术，三者缺一不可。李振是龙泉李氏青瓷李生和的第五代传人。万般皆不去，唯有艺随身，除了手艺什么都带不走，这是我们李氏家族口口相传的家训。到我这第五代100多年了，可以说这100多年过程当中，这一份千年文化养活了我整个家族将近200号人。最初是为了生计，为了活得更好，后来才慢慢的爱上了它，到最后是一份责任。文化为魂，青瓷为骨。李振创作出了马如游鱼、春满江南、万象更新等代表作。接下来他要为青瓷注入新的元素，元神的圣遗物来心余响。制胎是制作龙泉青瓷的第一步，将瓷土和水按照一定比例制成胎泥。揉好的胎泥被放置于旋轮中间，拉坯机飞速旋转，泥团被反复揉合推压，涌泉之盏慢慢地在李振手上重塑成型，这便是拉坯成型。另外四件器物形制特殊，得采用模具成型的方式来制作。泥浆注入模具内，在时间的作用下慢慢变硬成型，脱模取出后便是完整的坯体。要把表面全部修平整，厚薄呢也要修均匀。等坯体晾干之后呢，我们龙泉又还有一道工序，是要树烧完了之后，然后再上釉。釉是青瓷之魂，将来自龙泉的紫金土、瓷土、黄长石和其他原料按一定比例进行配置，便是特调的青瓷釉水。浸釉呢，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施釉技法，抓稳胚体，快速进入釉浆中，利用胚体的吸水性，使釉水均匀地附在表面上。青瓷呢，它讲究是薄胎厚釉，而且要通过多次施釉上釉，才能烧制出如冰似玉的那种质感。但是青瓷最后的这种成色呢，它还是需要看烧窑的结果。烧窑遵循天时地利人和，在古代，窑工们为祈求烧出一窑好瓷，会在开窑前举行祈福仪式。龙泉有特别的矿石，可以烧出青色，但能否烧出想要的颜色，全凭运气。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呢，釉水它一直是流动的，那器物的边缘呢，它的釉就会慢慢的变薄，纹理呢也会有些被釉水啊给慢慢的填满了，成品的釉色也好，纹理也好，会受到一定影响，不确定性非常大，所以经常整窑整窑烧坏了，坏了之后就只能砸呗。第一次在烧制魂香之花的时候呢，这个花瓣啊被烧黑了，
因为这个胚体里头的泥浆，另外的一些原料呢放多了。第二次所用的釉水配比稍有不同，烧成的青瓷偏绿泛白，与来心鱼响的颜色相差较远。历经三个月的反复试验，第四次开窑等来了这套温润如玉的来心鱼响青瓷。但在李振看来，胎釉配方还可以继续改良，烧出更动人的青色。李振的手艺得益于1000多年历史的龙泉青瓷文化和成千上万件古瓷标本，这些都是我们做瓷人最好的老师。通过分析这些古瓷残片，仿古临摹，希望后人能少走弯路。借由匠人的手，胎泥变成了神态独特的器型，釉水在高温下煅烧，形成粉青色，再加以配饰，就是青瓷为主的一整套作品。来自陈玉谷的来心鱼响，同样是前人留下的物件。悠悠气息萦绕的花，系在茶树细梢上的叶子，温润的耳环，作为祭祀肇始凭证的玉佩，不断涌出清泉的茶盏，或许能从中窥见过去的光景。那时陈玉谷的河岸边种满了茶树，每年茶花飘香的日子里，俏英庄会举办奉茶典仪。后来茶树的枝条被折下，茶香也从陈玉谷传到了许多地方。很多人爱用青瓷喝茶，汤色看起来也更美。众人拾柴火焰高，跟元神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更多的年轻人青少年来学习传统文化，我觉得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传承与发扬它是一个慢工，我觉得应当以万物为师。李振的愿望是开一家青瓷博物馆，现在已经实现了。李生和青瓷博物馆是一部微缩的龙泉青瓷史，里面有1000多岁的五代执壶，700岁的南宋青釉茶碗，这些都是李振一件件收集而来。漂亮是没有文化的沿袭，你可能流行了3年，它就烟消云过了。而美呢，是需要滋养的，是需要有文化积淀的。青瓷美在它蕴含的文化，这一份文化支撑着青瓷代代流传，百年后依然惊艳世人。万般青绿自成一色，气出东方守护非遗。Dope. I love it when they do that. I need another cooking one. I needed another cooking one, man. That was dope. I remember the last one where he did the, forget what he called it, but he did the, like a mural on wood. Like he did a wood mural. Dope as hell. But yeah, that was awesome. I love that, man. That's, you got to have the hands of God himself to do pottery. To do all of that, especially that type of deal and the sculpting and the, you know, edging and crispiness and trying to get it right the first time, second time, third time. Man, that's crazy, man. I enjoy that so much.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Oh, yeah. Learn something new every day. I appreciate you guys for tuning in. This is your boy, Made Man Mello. You guys have a wonderful, wonderful night. Peace.